你们也说说到底我有哪儿不对的地儿哈。那咱们这样，咱们从资历来说好不好？行，我们从孟鹤堂开始好不好？反正咱就认认真真的打心眼里给师傅提个意见，提个建议，建议不能是意见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这俩字啊，但是这个掉一个意思不一样啊。建议就说明可做可不做啊，而且未必是我错了，但是意见就肯定是错的，那就是意见。哎，第六，大家安静啊。师傅，您说你给他做这道菜干什么？你别搅和，听孟祥辉说。来自黑龙江阿城的孟祥辉，郑重其事的师傅，我跟您也不能拍桌子啊。现在跟师傅说话都拍桌子了。我站起来吧，乖乖，你就说就行了。行，就说，不用站起来哈。哎呦，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句。